TNT Rich Rich Boom Boom TUI。你吃的啥？我的天！徐小姐，不，你要回来吗？你这，你这个眼神，干嘛呀、啊、你？我就看着你啊，长得帅，多看两眼。救命！我要死了！就现在看，我回家还可以继续看。你笑，可以了吗？嗯，好。第几次做足疗？天哪！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二次。这是第一次。我不紧张，还是很辛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哇！天哪，哒哩天哪，哒哒天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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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这么好听，这个是有全序，反应是摄影，他可能是因为平常就是很少做。不不不不，你还跟他来的纸条吗？就摁他摁他摁他，不是摁他摁他。我还没按呢。啊，好痛！真的，我没使狠打架。我知道你没使狠，真的很痛。我太痛了，我都不敢下手了。这个，这是哪儿？不痛。这一块啊，这是塑料管。看到了吗？电动输电，拿输电。输定了，为什么？哎，你看你多少个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跳舞。那我需要他教我一下。嗯，教我一下。啊，教一下？你教了几下？教挺多了。你应该要教十下，还差四下。还差四下？对。我那你，我就让你一直教，还有一分钟时间。啊！疼疼疼疼疼疼！啊！差不多了吧，对吧？还差两下，差两下。不差了，不差了，差完了。哎，那人，以后他恨我怎么办呢？不会，他不会恨你的。他感谢我呢。对，他感谢你。你帮他摁呢，摁得好，他还常来。20 minutes later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刚才那一声叫了好多下，啊，他算抖也算叫。弄得我腰有点痛，我今天早上起来这里有点痛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刚刚全程我不知道你是被吓得怎么样了，你在我左边你去拉我右手，我是这么走的，现在你在我右边你拉我左手，我是这么走的，要不就是因为我两个
要不就你忘了衣服啊什么的。啊，看一下。哦，所以呢，拉不得了。哦，这拉都算了，你在我左边就拉我右手嘛，你在我右边就拉我右手嘛。不是啊。你在我左边你要拉我右手，你在我右边你要拉我左手。你看，如果说我拉你右手，我就站这儿。他是不是就可以从这边来吓我？但如果我拉那只手，那可以站这儿，是吧？他是不是只有从后面来吓到你的时候再来吓我？不要啊！不一样。OK， 我们刚刚买了些啥？买了，这是一个沙漏。我们要不然先把这个拆了，然后来拍一张自拍，然后再回去吓他们。你就不能挡着脸？挡着脸不好看啊。我就想挡着脸。你来拍。我头发有点怪啊。不、哦，我这边脸不好看。不，没事没事。我这边脸不好看。我你好看。好。真的不好看。真的好看。哇、哦，真的可以，快点。我觉得戴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吧。对对，长得有点不好看。20 minutes later， 可以像这样子。不是怎么样，他是要从上面下来的那种。对，就那么高。他要是用来还有更高的呢？不会有更高的。我不信。不会有更高的。你看那边是开始的地方。那结束。总共才这么点距离。走吧，那我们去漂流吧。说是六层楼，你不是跟我说，我也才知道，就那一下吗？我真的也才知道，都是只有那么一下啦，不用怕。Don't be afraid。好啊，这个就是你想去玩啥，我陪你。我没有想玩。不会啦，还能出去是吧？这样恐怖吗？就是有人拿水呲你，你们挡好了就行。好的，我要飙美声了，我要毛发，我要好看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哇！就是大错的一个。哇哇哇哇！救命！啊！啊！我没有戴帽子。啊！没有，真有人喷他。哇！完了！大哥，情况？没水，没人，没人。高脚杯我就有阴影。高脚杯，有决定多个的，在精神控管的极端时期的这个极端判断，是理解神的高脚杯。你有牛蛙吗？什么什么牛蛙？十个十分牛啦。我要拿一个牛蛙。特色的有胡辣鸭心。什么胡辣鸭心？这个胡辣心配的烤肉。它的最低消费是2000，现在你们点单的总金额如果不到2000的话，那么那个差距将由你们来承担。那必须到啊！真厉害，啥贵的啊？啊，好呀。
我要来一份吧，来一只吧，不要半只，谁吃半只啊？六六六，阿拉斯加帝王蟹，点点点，然后来一个虾爆蛋，可以可以，那个虾球来一个吧，那牛小腿来一个，红油金钱肚来一个呗，都那么便宜啊？太便宜了吧！我第一次来点菜嫌弃。来一个，来一个慢炖珍珠鸡。一人一份的还是一包的？怎么怎么贵怎么来？168的，咱要168。160。来个糖葫芦。不、哦，糖葫芦没有。这个可以有。这个真没有。就这样吧，我觉得应该有两条。我紧张。感觉没到，你肯定到了，他没到的话我把这个多吃了。2600。耶、yeah! 哎不对呀、啊、我第一次见怎么说这么大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没有做梦，随便吃好吧，放开吃。我告诉你，我第一次点菜点，我第一次点菜往贵的点。哇、哦、真帅，我要来。喂喂，小子，这是喝、啊、看错了，他们两个长得太像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冲浪的时候我是第一名，就然后什么第一名，我才是第一名、啊、对，我是第一名，然后我没拿到蹦蹦，然后给了刘耀文，就是这样。你在干嘛呀、啊、不是啊，我们回来了呀。哎，你们在家呀、啊、在家呀、啊、真惨真惨、哎、你看这是什么，我们点了全聚德，点了3500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没有，他们说他们给钱，真厉害。好呀，我天，我天，666。我们刚点了一只这个666的帝王蟹，看到没？我刚点了666帝王蟹，666。我们刚都往贵的点，他们说点不到2000要走。加油！我想看一下翔哥长什么样。一定要花到五千，就是最后的话，谁花的比较多，谁就能拿到红包。对，我现在拿到红包了。真的吗？好，等会上的时候给你打一个啊，拜拜。那完了，给我打一个啊，拜拜。来火，来，小心啊！来火，准备。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，我背后低一点，我在最小，我在下头。哎，我说我在他下头。关了，不够啊！来分一下我们刚点。干的珍珠鸡，滋阴补阳。啊哈啊哈！哦，哇，多吃大枣。不行，喝了这个汤，我感觉我泄气。我比较喜欢吃扬州米粉，你的扬州。笑点在哪？他讲话都好笑。等一下，我耳朵里面有水。我不要上水，口水会上。等一下，等。这头都很长，用空白垫子。哎，我的那个啥木瓜汁来了，木瓜汁可以补身体是吧？滋阴补阳。让我尝一口，绝对让你意想。来梁文来，我不太适合哟。给不给这个面子？张哥，那我这面子得给。多喝两口。我也可以。我觉得鲜榨果汁好喝。鲜榨果汁除了苹果汁、西瓜汁，其他都很好喝。你知道我这个角度看到他的眼白，我要给他照下来，笑死我。笑死你，你不笑吗？真的太厉害了，我。给你看一下啊，妈，你把眼睛拿一拿。所以你们手机里面都是黑图多吗？啊，多的要命！我大家都没有我的黑图，因为我在做事这些都比较规范。比如他们不穿衣服的话，我就会穿衣服。谁呀？看一下我。对。加球，我喜欢哦，小小的。下巴帅。还可以，加好吃。哦，煎加拿大果汁小牛肉。我
嗯，牛蛙。来了来了。玩了世界帝王蟹。还没吃过呢，这么大第一次吃蟹。啊，我也是第一次吃蟹。那个肉怎么流出来？这么香，它做出了那种帝王的感觉，让我吃了感觉我上去了。你有。是蒙面上将。蟹哦。哦，我还没给赫尔发视频呢。哦，对，哎呀，看视频。Hello。Hello。给你看一下我们的二，我们三千五。三千五。哎。哦，帝王蟹666。看，拍我，拍我，拍我。你们在做直播吗？哦，这口感。啊。这么爽。来，烤乳猪来了，烤乳猪来了。啊。烤乳猪来了。烤乳猪。啊，烤乳猪。真香，烤乳猪，讲他的烤乳猪，现场直播烤乳猪，绝对让你烤到真的乳猪。什么哥你接呀、啊？什么哥你，他在泡温泉咋接、啊？哦，对啊，他在泡温泉。Meanwhile， 打大嘴。我们这么主动，拒绝。Oh no！算了吧，算了算了。等一下，给我打个视频电话吧。你咋这么？我们得傲娇一点。想看我吗？啊？那不是，我怎么让他给我打过来呢？不是，不是，他们要给我们打。对啊，你不是要给我们打视频电话吗？打过来。没电了。哎哎，马哥，哎、小马哥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咱们在足浴吧。我的天！哎哎呀，亚轩啊！我们在。你们饿吗、哦？你们在按摩吗？我天！我天！对啊。我也是按摩。你们饿吗？我们才吃了，才吃了饭。哇，三千五，满汉全席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打，看一下666，这什么、啊？烤鸭吗？是。哇，1688。网络不佳，哇，上楼黑了，他们关灯了吗？所以刚才按摩有学到任何一点东西吗？我学到，你让他趴下，我立刻演示给你，试一下吧。我不要，我不收费的。您好，马老师，请问您需要脚臼板还帮您按背吗？先给他揉太阳穴啊，这是太阳穴，哦，不对，先给他抓一下，舒服吗？还行，痛就支一声啊。啊，然后抠一下。其实我一直想问他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。
为什么要抠我的头？把你抠掉头皮屑。我记得，会体验出来。你有我的三年前的刘海纹。要摁这儿，放松啊。先让他适应一下，先得让他适应。这个力度可不可以？轻了是吧？没有，这个可以。啊，适中。要往下顺着走。这儿，这是痛，经常痛是吧？我这儿不痛怎么办呀？不痛就更痒呀，这里就帮你再疏通疏通。行吧，这没问题。没想到那个外面的人还可以来滋我们，就是怎么给钱就滋，反正有人滋我，我记住了，有人滋我，太罪恶了这个项目，我记住了，有人滋我，真的太罪恶了，我知道我记住了，有人滋我，爸爸你看到了吗？我来欢乐谷居然做了两个项目，还是你以前带我去做我没有做过的项目，我真的，我爸说的就是这个啊，这个有多高？你不是恐高吗？恐高不能做这个。恐高跟恐高症是两回事儿。恐高症就是这个。这个我做过的都还好。我看一下这个东西。不要看，不要犹豫。不，我就先看。要上就上。我先看一下能不能。不要犹豫。你怎么这个？不，你让我看一下。我做过这个，你让我简单。你让我看，看了你就怂了。我看一次，看了你就怂了。我看一次，我看一次，我求求你，我看一次。不是我选吗？怎么又变成他选了？40分钟。40分钟。不行，我觉得我上去如果要尖叫的话，也只能在那边的时候对着那边的时候叫。你说呢？我如果面对这边，还是必须要留下一个光辉伟大的形象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有什么可怕的？就是荡秋千啊！你看，就荡来荡去，荡来荡去。傻不傻？我傻吗？一共是5局。傻不傻？傻不傻？来。算了。要那个吧，还可以。你好，打星球是要给钱吗？这个是需要付费的。OK。还是要付费啊？68全都有奖。这个是我的。没打中。再拉上，他怎么调回去啊？不是一个水平线。那是不是这两发可以重新？我觉得有问题，感觉是我的眼睛问题。刷的有效，两手了再敲枪。没枪了，没枪了。咋拿的呀？顶到肩膀上，把枪托顶到肩膀上，然后把不是这儿，肩窝，我说错了。真吧，那是我们的，不是那个。2个，拿的也不是那个。3个，我就可以拿东西。4个，这一枪打的。真的不是吗？但是我脸上这个还没好，不能吃。反正你昨天晚上已经吃过了。妈妈，希望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不要对我
烫不烫？我不烫，拿你试试毒。还有纸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吧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我觉得严浩翔很想做的项目他没有做到，如果下次有其他人陪他来的话，他可以去做一做。主要是排队要排很久。我们当天如果他有空的话，就做完这个项目，就把这个项目。你看，拿一拿。如果宋亚轩他敢做那个家庭过山车，我就上。好，我们也算个过山车了。完了，我有种不想进去。你这太抠了，哦哥，你倒是这样上去吧。你听听他，两片。我完了，三二一。真是不是你要先吃下去，你要先吃下去，来喝水，这边有木瓜汁。好恶心！哎呀，你不要跟我搞这么多啊！搞这么多，不是你给我搞少点，我直接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。好，可以吹了。你看，我有个办法，就是从中间把它砍断。什么？我还有个办法，就是从中间把它砍断。太恶心了！啊！是真的恶心。我要给他那录下来给。不服啊！我放弃这个游戏。干什么？不放弃了，我再说一遍。啊！这么大一坨，我天！你看一下多大一坨，这么大一坨就是刚到我嘴巴里面。你能吹到口哨给我看看？将来一个包子进去了，还让你吹口哨？你会啊？哦，你会啊？吹药呢？吞这么大吹药你见过吗？你轻点。像什么？像沙包吗？还可以用来锁。哎，太大了，像那种广东的烧麦，烧麦，比较大的烧麦，还可以。你倒过来，看像不像烧麦？对，就是这样，像不像烧麦？像大蒜啊，烧麦，大蒜这么大，到点给蒜蒜弄。太难了，不能炒一下去，看心情吧。不，放点。啊！不要放那个，那个呢？听见了。哎，是烤鸭蘸着酱，没事，酱倒进去，没事，一点点，会吐的，老哥。真棒，来烤鸭，不给他放鸭脑壳，鸭脑壳，多吃点鸭有助于身体健康，没有关系。啊，等着，要加上这个。好了，来，听，奥尔良。奥尔良卷，这是老北京卷，你高估了，快，我怕我一口就进去了，你就当吃药一样啊。哦，好毒，塞进去。那好吃，你看有点聪明呢，他竟然知道你是那你为什么不用手呢？我忘了，我以为要全部塞进去蘸着酱啊。你吹一吹，吹一下，我真的。我天，真厉害！我是不是
别少了一点。两个米啊，两个米。加油，加油！不要给我加这个，不要。哎，我给我加韩餐。完了就完了。不行，这个太薄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弄的很少啊。对呀、啊。加油！加油！你要给我弄一个二板汤包出来。我是灌汤包，你是叉麦，它不一样。叉麦。啊，叉烧。烧麦。烧麦。啊，我已经傻了，现在。厉害。哎，不是两张皮皮吗？两张皮皮。哎，加粉丝，你那不过加个牙老婆呀？你加也可以。再来张皮。再来一张皮。没我那个多、哦，我感觉看起来就没我那个啊啊！加油，小刘！啊啊啊！开始！加油！好，小心漏了，小心漏了！哎呦，漏完了，漏完了，漏完了，不行！啊，吃，继续吃，饭了没？吃，把饼饼也得吃完。好朋友。在那边吃的就没味是吧？哎呀，他那个完全让我没有思考的空间。吹吹，你吹吹。在那你是不是感觉不会？不是，吃饱了后吐，你想吐？啊，想吐？嗯。他说你是不是想吐？还是吃饱了、啊、想吐，真香。啊！其实我随便走不走都不是最后一名，香死了！因为他已经放弃了。谢谢。真叫巨人，你知道吗？行，太香了！哇哦，谢谢。嗯，反正我们挺好，好吧？嗯。来，进行最后一个环节。就是我们的 AAK 环节。AAK。我们今天的总共的花销一共是人民币5000块。应该可以。哦。这好闷啊！我出去我呼吸一下，先呼吸，心脏挡不住。差不多了，姐。不，来当当的。啊？你能听说过 AAK 吗？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。因为你们三个人跟节目组四个人来 AA。我就知道节目组是这样的人。他们又不知道我们必须吃到2000，吃2000还要跟他 AA 制，我天啊！但是有的人也不用 AA。那我妈。要上节目 AA。我不要上当 AA。就是替你。但一天都吃饱了。耶、如果你们两个都抽到 A 的话，就是你俩 AA 今天做的开销。如果有人抽到一个 A， 然后抽到一个 K 的话，就是节目组来替你们分担一半。我要看一下身上 K 是不是都在里面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看，我要先验牌。我们要验牌。好，那先给你看，可以吗？这样拍够吗？这样拍够吗？你好，放这边。你说啥？你再说一遍。我现在手里有三张牌。给他吧。你认同吗？他帮你抽。行。你这样肯定是 K， 相信我。两张 A， 两张 A 呀、啊！我看那个。啊，爸爸。嗯。来吧，30，一人30。二选一，好吧，50%。啊！哎呀，两张都是 K， 随便拿。好，给你。
我还真开对两张都是黑了。我这是黑。嗯。哎呀，小林儿。哎呀，小林儿，没钱了吧？他得了二十呢。既然得了二十，我还要再给你们二十。哎，这不好亏呀。哎，我包呢？哎，我包呢？我包不见了。哦，在这儿。我把这个吃了，你快点走。三十个蹦蹦，那同学找我们太随意了，不是？等一下，你们说清楚。那这样吧，你们一人给我们五蹦吧，然后换取一个重新抽的机会，愿意吗？好，好香啊！哎，我快抵不住诱惑了，快抽吧。30个蹦蹦，三百，我帮你给100，可以吧？我后面会加油努力的。反正也不是自己的钱，是吧？吃的也是你们的，没关系。你下次帮一下。